我刚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说如果这个车啊，它的最高车速跑不到100，那么请问它的零百加速是多少？看看车里面的东西已经收拾到位了，我们准备出发回城回西安了。然后来的时候只有那一个橙色的行李箱，就这一个。走的时候，我的妈呀！自从把这个车一提，我的朋友就疯狂的给我们投喂，有人吃的，有狗吃的，有人用的，有狗用的，有纪念品，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朋友，是吧？有各种东西，然后有天津专程而来给我们带来好吃的了，有淄博过来给我们送吃好吃的了，还有我们北京的给我们，反正就这一车太恐怖了，我感觉咱俩这一趟过来其实不是拿车的，倒像是进货。现在呢，东西基本上呢都已经收拾到位了，然后呢就准备车门一关，准备回西安。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开，早上我试着打了一下火，没问题，手动挡的好久没摸了，但应该也问题不大。回，我们要出发啦！在北京待了一周，今天回家，开着我们的2045回家。哇，好大呀！这样看，走了啊，表姐，拜拜拜拜，国舅拜拜，走喽，我们正式回家了，拜拜拜拜，拜拜。老郭已经好久没有开过手动挡了，怎么样这个驾驶体验？这个驾驶体验手忙脚乱。别着急，慢慢开啊！我拐出来，我还没用油门呢，这怠速确实高，是吧？嗯，跟开公交车一模一样，方向盘要比房车的那个都大，是吗？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车里的温度啊。老哥，这技术可以啊，真的。虽然这么久没有开手动挡，但是依然很稳当。就是这个车里吧，这个噪音真的很大。谁说这是噪音？这是交响乐。而且这个车嘛，驾驶座在那儿，副驾驶座在这儿，还挺远的。距离产生美观。听听我们车里这暖风的动静，哎呀，温度上不去，脾气倒挺大。这个肯定有故障，这个肯定得修。暖风有故障，而且温度开那么长时间，温度一直上不来，真的是，还是这个温度，还，哎呀，啊，我过不去了。今天咱们要动回去了，上高速零卡了，现在还没有 ETC 呢，因为手续还没有过完呢。好了啊，走，也就意味着你顺利的从北京城里上了高速了，开心不？我只想说，这个车现在上了高速之后，就跟离合没啥关系了。挂到最高档，然后就油门控制就行了，然后老老实实的待在右道。这个大车是刚把我超过的，快快快快快，超车了，超车了，超车了啊！老郭超车了啊！2045居然能超车，我对他很满意了，真的。你有点瞧不起人了啊，瞧不起车了啊！时速下到100了，速车啊！不是说这个车只能跑80吗？90到100都是可以的。可以，已经到100了。有啥特殊情况没？就是过了80之后，方向盘抖动会稍微严重一些，噪音也很大呀。你尽量还是跑80吧，安全起见，好吧？好。看到没，能跑到90以上。我可以组队了啊！那真的可以，不用改速比，我觉得真的不用改速比，完全够用了，是吧？够用。回去这一趟，这一路也刚好试试车了，对吧？这个空调真的太冷了，我脚手都冻得不行。越走车里越冷了，看我这个造型，腿上还盖着衣服，特别冷。水温其实已经上来了，但是空调为什么没有暖风呢？空调应该有问题，回去得修一下。我们总共是1100公里到家，按我们时速按90跑的，得十几个小时，今天已经跑快2小时了，终于进入930公里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今天能到家吗？加油！我刚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说如果这个车啊，它的最高车速跑不到100，
那么请问它的零百加速是多少？好问题。也可能是这辈子，是吧？哎呀，刚好油表亮了，刚好到一个服务区了，让我上个厕所，然后让耳朵歇一会儿。车里这个噪音简直了，我知道它的噪音大，但我没想到它的噪音会这么大。就车里面时速超过80之后，两个人说话要扯着嗓子来，哎呀，比我直播都费嗓子。啊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赶紧耳朵安静一下。整个世界都清静了。好了，吃点东西，然后上个厕所，加点油，继续走，好不好？看看我俩在车里是咋吃饭的，外面太冷了，没法待，只能回车里来吃。你看这桌子，这是房车生活的雏形。嗯，未来的2045房车生活就从这一点一滴开始。那到时候装修好了就不这么辛苦了。挺好的，你看，有坐的有趴的，是不是？那可不咋地，这咋不比 SUV 里面吃饭舒服？咋不比他轿车里面啊？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它是个停车区，吃饭的时候就只能在外面的桌子上，那风吹的，我们在这儿不淋雨不挨冻，多爽！你站起来去看一下。不影响我吃饭吗？站不起来它不影响我吃饭吗？是不是？加油加油，我们车里加的是柴油，这里没有负十的，只有零号的，先加吧，车里没油了，而且跑着呢，应该也不怕冻。说好的80升油箱只加了48升油啊。啊，已经亮油表了呀。我这油箱是不是有点小啊？80升油箱呀，为啥只加了38升油啊？48升油。48升油啊。350块钱。确实是爆表了呀。所以这个油箱肯定有问题啊，或者说是油箱肯定咱得加大。不到80升呗。对啊。如果说它有误差的话，它也不可能差了一半儿。对啊。就是我记得这个车的油箱是80升。结果现在40升一次才跑多少公里。好吧，我现在把这儿清零啊，把这个小里程清零。然后刚才里程我都已经拍了 ,48.62 升 ,350 块钱。看这一把能跑多远。然后刚好就能跑出来这个2045这个车高速油耗表现了。空车。走，接着出发。松手刹，老是忘，好几次了。二档起步。哎，幺一